主要是没点那个情感激励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啥情感激励啊？不然我说了你不一定能答应，我还是不说了吧。切，你说吧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哎，好球！弟弟，好好打。哎呦，球漂亮！走过去看看，走。哎呦，好球！弟弟赢了，请你吃火锅。OK。这就请吃火锅啊？那你不得请我吃海鲜啊？嗯。哎，帅哥，我能给你打一局吗？不是还跟我姐吃饭呢？对，我能跟他打一局吗？弟弟，我看他刚刚说话挺狂的，要不你跟他打一局，我们再去吃饭了。哎，姐，刚刚是他说要吃海鲜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不是，我刚刚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我就是学习一下行吗？学习一下呗。行，咱去，要不去里边打吧？好吧。行啊，好，好。美女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我开玩笑的。没事，你打吧，打吧。好，行行。这么镇守，这么爆，你刚口气不小啊，那直接开一局吧，打一局吧，直接开一局啊，打一局吧，直接打一局吧，行，那你让我点啊，好好，啊，过去，哎呦，过去。过去，过，好，要，就是在哪呢？我看你这是在关公门前耍大刀啊！不，我没发挥好，主要是没点那个情感激励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啥情感激励啊？不然我说了你不一定能答应，我还是不说了吧。切，你说吧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主要你，就你姐吧，对我姐啊，我看你姐这个年轻貌美的，我赢了你，我带她走呗。嗯，你走去哪儿？去哪都行，反正就吃海鲜啥都可以。行，没问题。弟弟，你怎么这样？哎，没事，我试过了，我试过他水平了，他肯定赢不了。哎，哎，一比一万。啊。What? 哎呀，我又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兄弟啊，怎么打成这样？给咱那个刷里算话吧。那我干什么你也别生气，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咱刚说好。你干嘛？兄弟，我要走了。你别笑。